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荣昌这边滑雪哈。今天我们准备直接上中级道，然后我们现在去买票，走吧。今天还约了一个朋友一起来玩。昨天那个初级道哈，确实体验太差了，把我的板子都挂了一下。你去买票嘛，去嘛，去玩一下。我们刚才把卡领了，李红今天没有穿这个外裤哈，穿了内裤，是穿内裤要好看一点，是吧？昨天那个熊摔得有点扁，没有防护作用了。走，先去上个厕所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去滑了。等会儿晚一点再吃午饭吧，今天我们来的比较早。哎，它还有洞。卫生间在哪儿？好的，他带我去了。请跟我来哟。我只是想试一下的，他真的就走了。哈哈。哎，这个还挺聪明的哈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退出了，退出。好的，已结束。嗨，有问题可以。嗨，我是雪宝，有什么可以帮助你？感觉今天的人就比较少呢，因为我们昨天到的时候好多人啊。今天里面人多？我感觉应该不多今天。今天来滑雪的人应该就是比较少的。还是不少啊，但应该中级道人比较少。哇，舒服。其实我还喜欢冷一点。走吧，中级道在这边，这边这个是中级道，这个是初级道。还是准备先到这个初级哈，熟悉两把，然后再上中级道。要看人多不多，如果人多的话，直接去中级道那边。人多了就体验不太好。看一下，哎，不是很多，不是很多。昨天那个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哎，我的天哪，那个人山人海的。走吧，先去熟悉两把，然后去中级道玩。这边是高级道，要坐缆车上去。我这个手套昨天进了好多雪里面，全部湿了。昨天晚上拿了个烘鞋子的，给它烘了一下，就烘干了，还可以。手套必须戴啊，不戴的话，万一摔一下，那个就太冰了。这下面拉紧，防止进雪。基本上这样子可以了。找个地方先穿上，到边上来一点吧。这边还可以玩公园，公园的话以后把技术打好可以试一下。就这儿吧，这边上，从边上起步。健身确实不多哈，走你，你在前面吗？前面，不慌，走。感觉那个雪被平整过呀，好像。
比昨天好一点。天滑子还不错，每天刚开始哈都要熟悉一下。嗯，今天滑子还蛮不错的。其实我想换刃的，我不是。哎，换过来了。嘿嘿，来，走，走。哦，哎呀，刚才那下摔得好惨呀、啊，相机都摔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熟悉了一下，就去中级道吧。这边还是滑着不太棒，雪道不够长，其实是。那这边就是中级道，它分成了两段，特别的长，应该有200多米吧。其实。玩单板时候会推坡的话，陡一点也没关系的。它这边分成两段，上面要再坡度大一点，我们就到这儿吧。下面场接。嗯，我先在这搞一下。你搞一下嘛，那我们先试一下。好，来来来，试一下中级道哈。你先去嘛，你只要会推坡的话，都还好。先熟悉一下感觉，其实也没啥问题，我觉得。可以，这中级道的感觉还蛮不错的，确实比初级道好玩，稍微慢一点就对了，速度。雷红，来来来，慢悠悠的就过来了。可以噻，其实只要你控制好的话。我们还是在最高的去嘛，速度这个距离要长点好耍些。你要走上面去耍底下了。啊，你慢慢推就对了嘛。你先熟悉一下这个感觉，然后等会儿可以练前刃。不要给到下面来练前刃，是吧？还是要学到长一点才好玩，不然很快就结束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直接上到最上面去哈。我不敢直接上到上面去，因为昨天还在初级嘛。嗯。一步一步的。那边还可以去高级的。你等会儿可以先来两把这个后刃，然后你到下面来练前刃，为什么？今天把前刃推坡，前刃后的落叶飘雪会哈，你就上。有点高了。你今天的这个目标就这个哈。嗯，我先练两把后刃。然后这两个学好以后，你就可以学换刃了。我现在就慢慢尝试换刃，换刃还是比较难的。好，我们先从这儿最上面下去哈，你看这个坡度确实比较陡哎。来吧。来吧，试一下，慢慢推下去嘛。来吧。快呀！你没看到我甩手走了吗？你先吧，我在你后面，在后面看着你。
别人歇过去嘛。咱坡度是有点陡。Oh,